Hello， 徐老师。Hello， 徐老师你好。Hello， 徐老师你好。祝你教师节快乐，还有中秋节快乐。因为呢，中秋节才刚过了，我们就想要给你。中秋节还没到。啊，咋没有？中秋节是10月1号 ，OK？ 哦，不是已经过了，是还没到。啊，教师节先到。就祝你教师节快乐和中秋节快乐。